我不懂那人在说什么，慢慢挑吧，这里我说了算。 好香啊，就这个吧，要一小块。龙涎香。对啊，此物异香扑鼻，比小川的桂花有可好用多了。谢谢大人，大人可太大方了。我还以为你会找一个治眼睛的东西。对了，那位仁兄。 才是真正的斗斗哥吧？青梅竹马。大人到底想说什么？大离国的帝女，你到底还要瞒我多久？我正等着您问我呢。 公主大人，你要找的东西，它不在这儿。那它在哪儿？反正我是不会戳穿你的。但我提醒你一句，山主已经得知这山中有奸细。可你知道我并不是奸细，我对这些宝物也不感兴趣。可是山主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胆敢打灵灯主意的人。